因为可能是花钱花太厉害了，然后就要存钱，然后他的目标就是1米8之后把我们挨个打一遍。缺点是有点是为我的手可以打小马哥，我很多爱好，比如打小马哥啊。没有吗？我爱一只猪吗？我很想给自己一巴掌。你比我美吗？啊！哇哦！耶！这个吗？真好。Yeah.